很冷，人很少。就是提到瑞士，你们大概了解多少瑞士这个国家？手表 ，watches。那个瑞士有著名的滑雪圣地，有风车那种，就是在草原上。然后啊、它有那个世界第一大的滑雪场是吧？我有一个 free tag 的，我有两个 free tag 的包。有三个三种语言我知道，一个是德语，一个法语。哎，我老婆也有。哦，真的。对，我们蛮喜欢这个牌子。还有一个什么语，反正有三个语言。Sweden 吗 ？Sweden。Sweden 是瑞典。瑞典。瑞士是什么 ？Switzerland 吗？